200多年前，这是一条被称为世纪动脉的万里茶道，它是冒险和开放的象征。茶商们带着茶叶与希望，一路向北，勾连起了文化的交流，也带动了从东亚至达欧洲大陆的经济繁荣。今天，三个性格迥异、阅历悬殊的男人，将重新踏上这条万里茶道。他们将肩负起收集沿途茶样送往万里之外的俄罗斯的使命。林一伦，重走茶道，既是寻访历史，也是一次自我沉淀。李威，万里茶道，我只知道它有荒野，有风霜，有故事。傅兴国，我希望在13000公里的茶路上有自我的突破，想让阳光炙热心脏，让寒风坚毅面。在这段充满未知与探险的旅途中，茶为脉络，心是舞台，历史与自然的壮阔考验着兄弟的情谊，历练了男人的胸怀。32天，1.3万公里，3个国家，几10个城镇，不断攀升的纬度，栉风沐雨，豪情出发，茶道真兄弟。百年康城，欢迎收看由百年康城独家冠名播出的东南卫视《茶道真兄弟》，怒放本色，新时代齐聚。感谢本节目指定作家东风日产奇骏的大力支持。上好家休闲食品，一路轻松相伴。感谢全球电动车真正领导者雅迪电动车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三位好。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福建武夷山，你们身后的就是久负盛名的大王峰。第3届万里茶道和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也就是在此举行的。在这个会上，我们的俄罗斯官员给你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希望三位能够集齐中国的6大茶样，沿着当年的万里茶道，把这些茶样送到俄罗斯恰克图博物馆做永久收藏。我觉得咱们这一路不是很好的兆头，开场就下雨。没有，贵人出门多风雨，那在风雨中那点都算什么。在正式重走万里茶道前，我们给三位安排了一个热身，你们要在48小时内集齐福建的3大茶样。首先就是你们要到夏梅村找到一位少东家，取得你们的巡查线索。出发吧。好嘞。武夷山地处福建西北部，属典型的丹霞地貌，3山秀水，青如玉，6六奇峰，翠插天，构成了奇幻百出的武夷山水之胜。千余年来，武夷茶之所以始终脍炙人口，盛名不衰，究其原因就在于武夷山的奇峰秀水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优厚的自然环境。好久没有这么开车了。其实我一直想有一次这样的旅行，可是从来没有过。因为你在台湾喝什么茶？我都喝。铁观音。我喜欢喝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算红茶。东方美人那是女孩喝的呀。那是红茶系。你喝什么？茶呀，奶茶。你不要说茶了，我知道你不喝茶。可以喝点茶，其实。对，我这次估计茶道之旅之后回去，我应该就会就喝茶了。对，夏梅村位于武夷山市东部，村里至今依旧保存着多座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这里曾经是万里茶道的起点。200多年前，夏梅茶商与晋商合作，打造了闽北地区最大的茶叶集散地，连接起一条通往俄罗斯恰克图的茶贸易之路。当年诚信至上、以德取利的经商之道，让夏梅村出现了一大批因茶而富的大家族。
好，进来。有指示牌。哎哎，好。哇塞，在这儿呢。李威根据照片找到三样茶具。零一轮的任务是找到山歌王，学会山歌，并找村民对山歌。包子则必须找到镇上的打铁铺，打一件关于茶的铁器，并送到码头。三人各自完成任务后，要在邹家宗祠集合，找到关键人物，获得巡查线索。好嘞，好，出发，好，走，走，好。山歌王，山歌王，您好，大姐，我想找咱们这儿的山歌王，您知道他是住在哪儿吗？对，山歌王就是唱山歌唱得特别好的。上面是吧？好的好的。这是经常。经常是做什么的呢？这个是招财的。就是、招财的摆饰是吧？对，摆饰。然后这个是茶茶杯。这是茶碗。茶碗是吧？对。你们这有吗？我们这没有，要到上面。上面有是吧？对。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有线索了，在上面。来 ，say hello 一下。say hello。嗨，对他对他。嗨。哎，妹妹，这边有没有那个打铁铺啊？有。在哪儿啊？我在前面。在前面啊，带我去，带。慢慢点，慢点啊，别摔倒啊，带我去。小孩缘太好，我没有办法。啊，你好，那个我能麻烦你件事儿吗？就是帮我打一件喝茶的一个工具，好不好？这是茶的工具啊。你来帮我打。没有办法打。杯子不好打是不是？那或者说你觉得打啊？如果是那个的话，就搞一件种茶的。种茶的？小茶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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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也可以可以可以。先挑一挑水，挑挑水。倒在这里一头，咱们就可以开工了。好，水在哪儿？你自己去找。啊 ，OK， 谢谢。哇塞，我人生当中。真的，实话，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挑担子呀！您是山歌王吗？您是山歌王，好，加油！我找到了，唱歌大王。您是唱歌大王啊？哎，是哦。他们呢，给我一个任务，想就是让我跟您学唱山歌，您能教我唱个山歌吗？可以啊。好。嗯。现在开始唱哈。好。开始了，好，三宝，好。谢谢谢谢，好看，谢谢您，谢谢谢。但是这个词儿我没听清楚啊。啊，您，我再跟没，没有，我再跟您确认一下，您是山歌王吗？是。您是山歌王。山歌大王，让我唱山歌，山歌大王。山歌王是您吗？是。是您啊？怎么？大姐您好，那个咱们有一个山歌王，是这位老先生吗？啊，不是啊，是在哪儿啊？我找错了。您上过中央电视台？不是，不是，但是他们说在前面呢。您好，您带我去吧。谢谢谢谢谢谢。他站在我那里面没出来的，我是吗？当溪全长900多米，它穿过夏梅村，将村庄一分为二。为夏梅营造了水乡风貌，与梅溪构成和谐的水运环境，促进了夏梅街市的发展。如今昔日的辉煌已经不在，但两岸依旧茶铺林立。看有没有跟照片一样的？没有这个，有这个，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啊！玉米，玉米，这个是农家的，很便宜，但我身上没钱，没钱，没钱。
看你那么帅，你拿一根去吧。别别别，那是分给你吧。我不要，不要。谢谢老板娘，谢谢。饿了一天都没东西吃，我们做节目很可怜的。谢谢谢谢，我有钱我再拿来还你啊。好，谢谢。你好，请问一下，我想问你有没有这几样东西？这几样东西啊？这没有。我们在出任务，想问你有没有这个茶碗？我们这边没有。没有是吗？有没有什么店我还没逛到？我感觉我所有的店都已经逛了一遍了。还有很多店吗？他带我去啊！你们还在这干嘛？快点！很远，正在走吗？哎，这跟照片有点像。老板，请问一下，你们有这个碗吗？没有。茶碗，这个样式的没有是吧？嗯，好的。你们是不是在骗我呀？我时快没有时间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哎，你看，有了有了，真有了。哎，一样的，找到第二个。哎，你给我拿着，你拿着这个，不要盖子别掉啊，摔坏有任务就不行了。这给你拿着。啊，轻松多了，你看，我有几个小帮手。OK。哇，这么重！哇塞！哇塞，这么重！哇！快快上道上道上道！快快快！哎，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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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弹！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一头放这边，一头放那边哈。来，放下了。小伙子。好好干啊！打铁是吧？怎么样？怎么样？找到了吗？找到两样了，我剩找两样。对，我觉得你这个是最轻松的。我最开始啊，我还没有。学一门手艺不容易啊！啊，好好，我继续出任务。哎，我的跟班们都不见了啊！你们别乱跑，我东西全在你们那儿。你们跟紧一点啊！好，跟紧。哇，这个老板都好累了啊！三哥大王就这个哦，我来帮你，我教你唱。啊，好好好好好好。哎呀，这是要干什么啊？哦，这个敲的这么复杂。哎，很复杂，三哥。哦，这开头是这样子，你跟我学。哦，好，打。好，是这样子的，我们唱唱歌是这样子，对对唱的。我现在教你唱是了吧？好好好好好，一二三，这样子搞，容忍嘞，是容忍嘞，这样打过去，这样打过去，对，后面也夸一下，嗯，那可以唱，唱一下，嗯，没错，没错。来一个哆来嗦木哆嘞，来一个哆来哆来，来一哆来，来一哆来嗦木哆，来一个哆来嗦木个哆嘞，嗦木个哆来，来哆来嗦木哆，来哆来嗦木哆，来上哆来。来上哆来嗦木个哆嘞，来上哆来。啊，现在咱们打哈，我打哪里你打哪里哈。好，打一下，是，打出去，用力打出去，你不许等我，反正我打哪里你敲哪里就可以，
来来个都来都来来。那个，我想跟您说，您觉得我学的怎么样？还可以，还可以，可以。阿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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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觉得我现在能走了吗？来一下，哎，可能走去先走一下，再如果不行，拽你卡塞，拽你把，哎，你把把车你拽你卡塞哈，拽你卡塞，拽你马哥，可以吗？拽你卡塞是什么意思？哎，哦哦，我就先把这个记住，哎，记住。好了，谢谢您，我可以出去跟他们对歌了。好，谢谢您，谢谢谢谢。请问哪一位会唱山歌？我会。您会唱山歌？对。那我想跟您对歌。好，好吗？走。来，请请。一样的。三样东西现在都已经找齐了，所以我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到周氏的周家祠堂。好，走。邹氏家祠是夏梅村标志性古建筑，也是武夷山境内保存的最完善的一座祠堂建筑。当年夏梅邹氏与晋商合作，每年获利百余万两银子，取得成功后建豪宅70余座，修荡溪建码头，立家祠设文昌阁，大兴土木，传教化，重教育。您好，我是周氏29世孙周云祥。啊，你好，那个我们在出任务，然后我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三样道具，您看一下对不对？照片呢？这个是，你只找出两样，还有一样。这个不是吗？对，形状很相似，但这个不一样，这个脚不一样，脚你看一下。这个更大个，这个。哦，完蛋了！这个前面更大。好，那我赶紧找脚啊。天有不测风云啊，就找到了长得一样，但没想到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有点，这个是啊，有点灾难了。这叫脆骨，这个过程好，我好害怕呀！刚才他突然啪就一下，看到了没有？哇！现在你把这个送到锦龙号码头，现在吗？是啊，把它拿过去，拿过去。龙号码头。好的，谢谢。我还有四句没有唱完，我还有四句，四句是什么呀？请问哪一位会唱山歌？我会。您会唱山歌？来一个哆来哆来咪，来一个哆来，嗓子都秒了。啊！站起来。还有什么？我怎么就记住这一句啊？好像有个抓住牛蛙。山中牛哎，山中牛。错了。我没有唱错啊。我也不知道我唱的是什么。要回去学了。我呀，刚才呢，我唱了一半，他们说我有一半呢没唱完。那我这个歌词给你吧。有秘诀呢。来一个哆来什么哆？没唱。来三哆来什么哆？来三个哆来什么哆嘞？来三个来什么哆？好，美女，我是对，我去报仇了。报仇了。好。谁跟我对山歌？谁跟我对山歌？他们都在指您，您会唱山歌吗？您不会唱啊？那我就欺负不会唱的呗。好。来了一个哆来什么哆？来
啊，行，这个就是要给你的那个东西。那我再给你。两人。以我的猜想啊，我觉得两人呢只是其中的一个，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拿到之后呢，三个人组起来的那个一句话可能才是最终的线索。我个人觉得，来红干银哦，来谁都来什么都，来山多来山的牛哦，来谁都来什么都，来谁都来坏的牛哦。我们对上了，啊！恭喜你，恭喜你，哇！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一人，哎，我看那个一文哥了，一文哥，搞定了吗？找到了吗？我找到了，你找我也找到了，你找到了，你什么？一人，两人，两人，他那个不会三人吗？那就完了。不好意思，你们看过这个蟾蜍吗？你们这有这个东西吗？你们这有活的对吧？还有这有活的。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们有这个蟾蜍吗？有，可是我们没有是吗？好好，谢谢谢谢谢谢。不能放弃啊！人生哪能轻易放弃啊？你是不是觉得牙断掉？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哎。没有这个蟾蜍，这不是你的吗？这个不是我的，我得找一个，我在出任务，就这个，我看跟他们一样的，这个。找到了，来我们看一下，我看这个。这个是不会错，不会错。这个我的是对的吧？对对对对，哦，这俩不一样啊，不一样。我刚刚就找的就两个不一样的啊。好好好，现在进行下一步的任务。谢谢，好，我那个是你的吗？他的是二人，三兄弟，三兄弟，一人二人，三兄弟。地有几个意思，在古时候就排名第几，对，然后或者是状元及第，对对对对。哎，等一下，我刚刚在里面转的时候有看到一个什么大天地还是大福地，你可以去外面转一转去看一下，看看大福地哈，大福地是这个第几的地吗？是这个地，是这个地。好，那我们去看看，好吧？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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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哦，哎，看，一人大啊，二人是富，这谁想出来的？三兄弟，那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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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着了，找着了。您好，有人在家吗？谁呀？哎，啊，我们来找少东家的。啊，你好，您好，您是少东家吗？你好，啊，不，我是家里的大掌柜。哦，您好。请进吧，请进吧。好的，好的，好的。我们是要来找少东家。对对对，他在吗？这个少东家还没回来呢。哟，那这个要不这样，你先在我们这里那个坐一会儿。好啊，能讨口茶喝吗？没问题。可坏了。那个这样吧，我带您看一眼我们那个地方，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茶号。茶，对对对，就是咱这个古代的时候做茶的，就相当于现在的茶叶公司。邹氏原籍江西南丰，公元1694年，邹元老带着他的儿子们入闽，来到了下美村，择居创业。初来乍到的晋商常氏，看到邹氏在茶叶交易中更注重忠诚信用，遂与景龙号茶庄结为盟友。常氏与邹氏在精选收购茶叶的同时，自行创立茶坊茶库，将散茶精致加工，并雇佣工匠千人，用车驮、船帮、马运等方式一路北上，最终运至俄罗斯恰克图。哎呦，
这个家真气派啊。康熙年间的时候呢，我们跟俄罗斯啊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规定呢中俄的贸易呢不能再到了北京京城，只能到中俄的边境城市叫恰克图。哦，那这个时期呢，俄罗斯的一个商人呢将一桶的武夷茶献给了沙皇，沙皇喝了之后呢，就是对这个武夷茶呢非常的热衷啊，晋商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商机，他们发现俄罗斯人非常需要武夷茶，于是呢万里迢迢就来寻找茶叶的源头。对，最早来寻找的有一位山西的商人，就是山西的禅家，叫禅万达。我天哪，今天挖着根儿了。对啊，哎呦，少东家还没回来吗？回来。那你们知不知道线索大概里面是什么一个线索？这个有没有听过？这好像还没什么太听说。那个老东家回来了啊！不好意思，是什么？女生？对对对对。啊，我一直以为是那个。你好 ，Hello Hello。你好你好你好。付辛苦，你好你好，李文，你好。你好，林依轮。你好你好你好，嗯，你好。我们那个是有个目的来这儿的啊，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知道是吗？你们拿吧。哎，好好。去大红袍景区，找王顺明取茶样。走了。大红袍这个景点的话，它6点钟之后就关门了，就进不去了。你们要明天上午去？现在已经7点多，8点。今天就住在家里吧，明天去。对，要不就住我们家。这个好合适，不合适。你别装了，你赢什么赢？有的吃，有的拿。晚上那给住还不？你们先吃饭。今天晚上就住在我们家就是了。好，谢谢妈妈，谢谢妈妈，谢谢妈妈，谢谢姑妈，谢谢姑妈。咱们那个大哥，您先选吧。不，我们仨睡一张床。来到周家是因为茶而对周家了有完全不一样的认识。他们秉持着这个老祖宗的这个祖训，以人为本，特别善良，特别的饮水思源，所以可以让他们家族这几百年来都这么的兴盛。做人其实应该像周家人一样。今天挺开心的，学到了很多关于茶的文化。之前我对茶真的是一窍不通，茶毕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能通过这次更多的了解，哎，说不定我以后会变成专家也说不定。困呢，你睡吧。困呢，再多喝点茶更辛苦，更睡不着了。好，来，大红袍景区位于武夷山著名大峡谷九龙科内，这是一条东西向断裂的深长谷地，山谷两侧都是依崖筑成的梯式武夷岩茶园，举世闻名的大红袍母树就生长在九龙科谷底的悬崖峭壁上，这里常年日照短，昼夜温差大，岩顶终年有细泉浸润流滴，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武夷山大红袍的特异品质。这个山虽然不高，很清秀，山路啊，总觉得在这种地方唱歌应该回音很大。没有，哼，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神鹅水连环，我体验一下。来，到了啊，查到了，到了，查到了，怎么样？万里茶道，百年康城，
欢迎收看由百年康城独家冠名播出的东南卫视《茶道真兄弟》，大壶果汁饮料，健康每时每刻。感谢全球电动车真正领导者雅迪电动车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你好，我们是想找王顺明老师，要想在王顺明老师手上拿到大红袍茶样，你们要先过我这关。哦，您还不是是吧？对，这是你们的这一关的任务卡。在你们面前放了三个箩筐，每个箩筐里各有两袋茶青，每答对一题就会从你们的面前的箩筐里减去一袋茶青，反之答错一题则要加上一袋，每袋茶青重量5斤。茶青是什么呀？就是茶叶的茶树的新鲜的叶子。叶子？对，鲜叶。好，我出的呢是选择题，选完我三二一以后你们进行抢答。好，你们注意听了。好，大红袍这三个字一共有多少个笔画？完了，集体字。 A18 B19 三二一开始。 A18 B19 18是吧？不对，18，18，18，好像是。行了，行了，你们都认为是 B 是 A 是吧？好了，现在不准再动了啊！要抢答，你刚才动作哦，要抢的，你已经输了。刚才没说抢答。行，什么不说了，你的我自己加一的。跟大王宝上的字。是 B， 十九，你也得加一袋，谢谢，给你减轻一袋，哎，等一下，加一袋，是19吗？18，我怎么算16啊？你的都不是体育老师教的，对不起，要抢答，非常要往前抢啊！哥哥，对不起了，两位哥哥，大红袍母树的年龄是 A 200多岁 ，B 300多岁，开始。他已经过去了，我也没办法了。我离得近。大红袍母树的树龄到现在是370多年。恭喜你！就是他呗，我再加一袋是吧？对。武夷岩茶决定毛茶品质好坏的关键步骤是 ：A. 摇青。B 晒青，晒青是什么？对，太阳晒。哦、oh. 一个是手摇，啊，这两个，三二一，开始。我不管了。哎、哥，你都这么轻了？啊，哥哥，你就在中间待一会儿吧。你体谅一下我们呗。你看我们那个，来，我们好，来，请说答案，说答案吧。答案肯定是 A 的，摇青的。啊，摇，哎，最后你都没有懒，你都没有懒。那导演，导演说最后一刻决定。对。啊，我拿一袋啊。来，来给他俩加一袋。弟弟，你怎么这么多呀？你卖点给大家吧。现在来一题简单点的啊。啊，还有一题。大红袍是属于 A 乌龙茶 ，B 红茶。开始。你看，你要喊一二三，我们你就捣乱呀、啊！原则对，你说你在捣乱，对，一二三喊完才能动，对不对？对，那我喊了，一，还没有，一，还没有，好跑！看我们答题要有原则，原则一，偷跑，看明显偷跑，没错，我是对的吗？我不知道呀、乌龙茶，武夷山呢，它是我们乌龙茶的发源地，也是红茶的发源地。那大红袍呢，它属于半发酵茶，那么属于乌龙茶 A。哦，所以你俩抢了也是自己的，就说好，减负一袋，给他俩加一袋。加。题目呢，已经答完了，现在呢，你们背上茶篓，继续往前走。走了。这两个没良心的走那么快，李卫，你行吗？行，更困难。不用，没事，OK 的，可以，没问题的。我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没，我拿了一个。哦，我拿了一个。大哥，你放在我来楼子里，我弄好了，没事了，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好喝的大红袍，很好喝的大红袍啊！来啦，给我来一杯八七年的大红袍。八七年好年份呐、啊，因为那年诞生了一个伟人。盲品大红茶，本关中三兄弟必须在六杯茶中分辨出哪杯是大红袍，品对者可以进入下一关，猜错者则必须把剩下的茶水全部喝完。六杯茶分别是大红袍、普洱、正山小种、白鸡冠、水仙和铁罗汉。真的喝不出来，喝不出来，一喝多了喝不出来。你可以通过香气啊，还有它的外形。大红袍。答错了。嗯。正山小种红茶，这个。那你要先把这杯喝完，然后喝完之后，你可以看它的碗底。嗯。啊？打错了。白鸡冠是什么呀？白鸡冠也是岩茶的一种，但不是大红袍。你要把其他的茶叶都喝掉，你在喝的时候可以先记住它的味道。喝两杯都不对啊。岩茶，我对红茶、岩茶是比较接受。先看茶汤，再闻这个茶香，最后你再去品这个茶，你就大概知道这两款是红茶类的或者乌龙茶类的，好，你再从里面去选就可以了。大红袍。大红袍。进入下一关。你先走吧。好的，好的。我在上面等你们啊。位置已经换过了。这个绝对不是大红袍。颜色。就这个。颜色。就这个。确定？你确定吗？因为你如果喝错的话，你。啊岩茶的味道可能会重一些。第一轮我觉得也没问题，口特别渴，再喝第二轮真的觉得喝不下了，因为这辈子没有一口气喝过那么多茶，而且那都是浓茶。你先等一下，给我个眼神。我都这么深情地看着你，你稍微比我眼睛再往下一点看一看，差点。喝了吧，喝了吧。哎呀，新出来的，不是这杯是吧？请按照关主的标准动作摇圈400下，率先通过者将与王顺明老师会合，落后者必须卖出100颗茶叶蛋。好嘞，摇青是是怎么样摇青？摇青是大红袍制作七道工艺里面的第四道工艺。还有这个关节，手关节跟手腕，不要拉得太高，左手拉进来，右手推出去，或者右手拉进来，左手推出去。哦，
一个雷，不要把水塞拉的太靠到外面。OK。人要站直，这人没站直不行，手不能拉太高，拉太高这关节死掉。你别演，我真的是成，我不骗你。要问关主哦。我喝了很多茶，真的是有点醉茶的感觉。晕，我喝不下了，我怕我茶中毒了。您口渴吗？这我们这里的特色呀。喝茶吗？免费的，没事。他们都不喝。之前可能觉得，哎，好像喝一次，下次就能。马上就能找得到了，但不是那样的。你一喝完，感觉茶都是一个味道。你不用冲第四轮，你相信我，你不用冲第四轮。是这样，刚才从茶的颜色上来讲的话，这三杯我先排除掉。刚才大红袍的叶片比较长，它不是这种块儿的。对，那你可以看。所以这个是比较长的，这个也是比较长的。这两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味道有点怪怪的。这杯，我要排除法。排除，我一次就搞定了。你已经有三次了。不是，第三轮就开始认真的，有点紧张了，也喝了十几杯茶，也是挺崩溃的。不是太苦了，好，二选一了啊。我对茶叶的味道是慢慢开始有所体会了，就是像学习念书一样的，重复的学习，再重复的学习，你就会加深印象，就变成自己的。像是这一个，又他了。欢迎收看由百年康城独家冠名播出的东南卫视《茶道真兄弟》。又他了，哈哈！大红袍，再见了，谢谢，谢谢啊，谢谢。加油！谢谢老师，我知道了。啊，欢迎啊，挑战成功，谢谢谢谢。Hello 弟弟，您到了又下来了是吗？没有，我就想下来告诉你一下。没事。那个弟弟呢？还在喝呢。还在喝，他干嘛？我们一人喝了二十几杯。为什么？因为拆不出来。没事，来那个什么，这个老师啊，特别的坏，掉的太多。哎，这是我的吗？啊，对，我没有掉这么多啊，我没有掉，您怎么还给我放呢？你掉了。哦，我掉了。你这动作不够标准啊。哦，动作不标准，要重新来。不要重新来了，我都已经快三百了，我已经快三百了，我已经快三百了。如果他觉得不好的话，他会把你的重新归零。分秒也要四百下，四百，千万千万。首先一个是你要注意他的动作啊，所以你要躲着他的手啊，躲着他的手，躲着他的手，躲着，一定要躲着。好，加油，加油，加油！摇的时候要尽量让茶叶转动起来，不能丢的太多，丢太多还要加一点。啊，这跟打太极一样，要有快慢的。同时的话，它这个轻就会变成在这一磨掉，不是拿来摇啊。哇！亲爱的，你在哪里？好，谢谢谢谢。加油！拜拜。拜拜。
王顺明，从事茶叶栽培、制作、审评30余年，大红袍国家级制作技艺传承人。关于大红袍的故事，他可是最有发言权的。王顺明老师，您好，您好，见到您太不容易了。我见到你也很不容易。哎呀，听说能这个喝到您亲手泡的大红袍，而且是咱们母树的，我特别兴奋，特别期待。您那个学生，在教我摇青的，您知道他吗？知道，四关都是，你一路进来都是我的学生，是吧？他心太狠了，啊？他心太狠了，心太狠。我摇青我都摇到200多300下了，他给我归零了。哦，我又重新摇的。那我回去再处理。谢谢你，谢谢。重新来过，这个动作不标准，来这样子啊。来，重新来一个，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我来了，赶紧的，老师你好，这个，你好，我的任务，这是你的任务卡，请按照关主的标准动作摇青400下，率先通过者将与王顺明老师会合，落后者必须迈出100颗茶叶蛋。我看卖茶叶蛋的可能是你。不一定，不一定。来，我开始了。好，对，我教你一下你。我比较这个好学啊，抓水塞，抓的这个水塞的1/3或1/3少一点。好，摇的时候人要站直。不能偷懒啊！啊，没有啊，你不要看我这里看一下你就偷懒，你要给我摇起来。我等一下给他清理，我等一下给他清理。我已经清过零了，老师。你偷懒要再来一次清理。快点，快点，现在快！来，动作。现在两个人开始摇起来，用力摇起来。五，啊，放。摇你这个手的这个表都不跳的，没事，没关系，我觉得啊，跳吗？你想卖才有啊，231了，加油加油加油，快加油，你要加油了，再不加油，变成你卖才烂了。我不累啊，快点快点，掉太多了。武夷岩茶的大红袍，它最大的特点。是能够杯中过三香，口中有三变，见顶能三活。我听说这个现在这个6棵母树已经基本上就是停产。哎，因为它也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那作为名茶古树，进入古茶树保护。武夷山，这个地方的茶叶生长完以后，比所有的茶叶多了一个武夷酸。那么其他呢？长势都一样，但是它这个酸跟咱们这个身体里的酸是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酸，对它这个酸是能够产生口感中很多的变化，比如说促进你生津，唾液量增加。哎，这个茶叶蛋是传说的那个特别好吃的茶叶蛋。这个茶叶蛋就是用这个的茶叶的副产品煮，而且煮得很入味很透。那你吃的时候慢慢嚼，你越嚼越好。对不起，我吃完了。我看一下多少了。你这个不标准，你这401了。是，你这太不标准了，多了还不标准。我再教过你一下。好了，我现在再教你一下。你完成了，这个可以了，恭喜过关。过关了吗？啊，手拿在这里，人站直啊。我可以，不是这样子。我直接去卖茶叶蛋吧。你再有10个茶叶蛋，我不摇了。我去卖茶叶蛋，我不再摇。再摇。我老师，我没有天分。再摇一下，我没有天分，我没有天分。再摇。给我10个茶叶蛋，我去卖茶叶蛋。再练一下，卖茶叶蛋的呀，还要功夫的。再见啊！我觉得我掌握不到它的精髓。主要这个表不准，表也不准，忽快忽慢啊。好，卖茶叶蛋。老师好。王顺明老师，你好，辛苦了啊！没事，应该的。赶快喝口茶，喝口茶。喝不下茶了，喝了十几杯茶。对。我知道这是我的位置。你好，老师。你好，
老师，那怎么卖啊？是那一个3块钱，一个3块钱啊，这么贵啊？对，谢谢。我这包卤就交给你，明天在这里。好啊，你等一下去找哈。好好好。这一个3块钱，袋子在这边装。好的，现在交给你了。来，我吃个茶叶蛋了。还有没有人吃茶叶蛋？真的真的的。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哎，你要签买几个？3、3、3、3、8、24、3、7、21、3、6、18。好，那我找你2块买6个。可以可以。哎，谢谢，来。做什么也会出汗。好，马上马上马上，一个。好。哎，这小二，给我来50个，50个，来，你有钱吗？哦，合影哈，合影买5个行吗？可以，谢谢谢谢谢谢。谁买20个，咱们一轮大哥给你唱2句。哦，凭什么让我唱？喂，你看，马上来了，谢谢。你看，你还是挺有魅力。哎，小弟弟，你也要买吗？小心小心，马上马上马上。你买7个啊？你7个，你怎么拿100块钱呀、啊？买7个，21块，21块，找你80块是吗？找50块，你会算吗？找你，要不这样，我找你多点，找你50块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20个是多少？20个是30，找你70是吧？20个错了，我已经晕了，我算呀。20个找70。20个找40，找四十，20个40块钱，40，那找60。歌没唱，不是找了，你先唱歌。不对，不对，哇，不找啊，这么大气。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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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找钱，谢谢大家。让歌唱，我们是唱歌是吧？对呀。好，等我卖完鸡蛋好不好？已经卖完了，20个他包圆了，等于是包圆没了，没了是吧？还没了，还没装20个。没有，那我先唱歌吧，鸡蛋可以等我装。好，我们既然收了钱，就要为大家表演我们的专场。好，好，来，哥，哥，我帮不了你了。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嘿。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嘿，耶！这个大红袍一共是6株，对，生长到现在是370多年。对不起，是在哪儿啊？哎，哦。就这几个啊，哦，这是这就是这六个传说的大树啊，哎，在你们的感觉中，大红袍一定是参天大树，对不对？对啊。啊，那不是，山不在高，有仙这里，啊，茶树不在高，有运就是好茶。那现在呢，那要送给你们，啊，第一个茶呀，往下走，哎，哇，啊。啊烟茶，对，油加包放，谢谢，谢谢，谢谢，来。这就是你下一站应该去寻找的茶样的线路，是啊，线索是吗？啊，整个线索啊。福鼎特产街，寻找山哈。山哈。辛苦了，大哥。还好还好。福鼎应该比较有名的是白茶，山哈也是一种茶。对，山哈其实它是一个吃的，是吗？对对 对，你忽悠我。从武夷山驱车一路向东，就来到中国白茶原产地福鼎。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福鼎。福鼎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是闽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畲族的主要聚居地。境内的太姥山有“海上仙都”之美名。相传福鼎大白茶原始母树绿芽古茶树，由居住于此的太姥娘娘
亲手种植。早山咖，我们要先问一下吗？特产街。你好，那个我想问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叫山哈的人？山哈是什么？那山哈有没有这种东西是一种茶呢？山哈？没见过这个。那个您好，我想问一下，山哈是一个人还是？大山的山，哈哈笑的哈。应该是我们吃的食物。啊，山哈是食物？是什么食物？好像是海鲜、谢谢谢谢，吃的东西，真是吃的东西。现在有头绪了吗？这个随哈喽的，有人吗？哎，你好，大姐，您这儿有山哈卖吗？山哈。啊，山哈。没了。山哈。山哈。哎，那个，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知道这个哪个店有卖山哈的吗？有。在哪边？这里。啊，对对对，好。Hello， 你好。Hello， 你好。这边有一种东西叫山哈的吗？山哈有啊，我们店里就有山哈。哎，山哈，哎，这样有头绪了，有山哈的消息。山哈，啊。啊二位是叫山哈了，哦，一龙，哇，对，你好，你好，是什么山哈是什么意思？山哈就是我们畲族方言叫山哈，也可以叫做山客，就山里的客人一样。大山的山，哈哈笑的哈，应该是我们吃的食物，海鲜。海鲜。因为我们这次是茶道嘛，我们找小白茶，跟茶有关。对对对，我们茶宴哈，对，茶宴有，但是我们在我们店里。那在哪儿？我会带你去。带我们走了，带我们。这边请，我们带你去啊。谢谢谢谢。哇！真的用木偶哎，对，木偶泡茶，木偶，这就我叔啊，叔叔，嗯，哇，你好，哦，你们是来取茶样的，哎，对，取茶样，取茶样之前必须要完成我们交代给你们的任务，是什么任务？啊，要学会唱我们诗歌。学会用木偶来用茶艺表演，能学成才给你茶样，不能学成那取不到这个茶样，有没有信心？没有。这个手怎么控制啊？随着音乐天空比较好一点，学唱歌。你学唱歌啊？啊，好吧。听两个吗？学唱歌。你要跟我学唱歌的话，你要入乡随俗，先穿上我们的那个畲族服装，好不好？好。救救我！首先，你木偶拿住，好，再打开这三只手指，就这样，三根抓起来，抓起来，这样抓进去，这样抓进去，这样抓进去，这样，鞠个躬，做个事，好，你跟人家打个招呼吧，打个招呼是吧？木偶，想学木偶，我疯了。李五，记大吧。哈哈哈哈哈！你好。这样走多久境界很行，这样走多久境界呀？不好意思，我叫不是开玩笑。好。
有笔吗？好的，主要是这个动作记住对吧、嗯？老师，我们准备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啊，可以开始了。好，准备好了，可以了哈。OK。啊、你站起来，不能偷懒。站起来，来，开始啊！嗨。看来我的嫂子呀，可以送你茶样了哦。啊，这就是你们要所找的这顶白茶茶样。哦，好，谢谢。啊，这顶白茶。哎，对，现在还有下一关，苏定班枪还有任务，还有任务，还有任务，还有任务。下一关的这个线索，下一关的线索哈，对，桐木关青楼，桐木关青楼，桐木关青楼，您知道吗？青楼在哪里？桐木关，等点时间吗？没事，没事。我们上没关系，没关系，上车导航吧，上车导航，上车导航，赶紧时间紧，好，谢谢您，谢谢，拜拜。现在已经到了桐木关的桐木村，那时间很赶啊，我们应该不到6个小时了嘛。我们现在已经有乌龙茶、白茶、嗯，就茶、红茶，就集齐了嘛，这三个。嗯，最后一样茶样。好的，没问题。这导航上没有青楼这个东西，还好是现代哈，古代的话没有 GPS。你要自己找，没有，我说青楼。外面天气已经够冷了。哦，不会。奶奶，您知道青楼在哪儿？你知道吗？往里开就行了，是吧？谢谢奶奶。万里茶道。百年康城，欢迎收看由百年康城独家冠名播出的东南卫视《茶道真兄弟》。下面好了没有啊？坐，真这么坐？不是人在这里。这里可以了，下去。我不要，下去搞一下。我这个人有原则的。两位啊，以后说到青楼还笑吗？来自是沙漠，我们走成天空。就是尽头，我们找到美梦。一个只是繁多，我们走出春风。从只有一双手，到抓住彩虹。找不到美的夜空，我是我的英雄。前方自己的行踪，我们说走就走。走了够不够远，够不够久，是谁的传说，不只有自己懂，不需要诉说。找不到美的夜空，自己就是星